傾傾石誒石藥咧，都係會今日公布業績噶。咁啊，1093，咁啊，今朝就都有一啲即係新嘅藥物啦，就有一啲新嘅消息出台咯。好，咁啊，1093就係呢個朋友就係 Kitty 嚟噶，佢8.2有貨嘅，你會點樣建議佢個即係策略咧？其實嗱，如果咧8.2有貨咧，而家咧就8.8咧，其實咧都係咧有少少嘅賺到錢啦咁啊。咁就可以留意翻咧，就係咧佢近期咧一啲。新藥方面的消息啦，其實咧最新嚟講就是今日嘅啦，咁就係同呢一個嘅骨方面咧嗰一個嘅癌細胞嘅治療係有關嘅，咁啊咧有呢一啲嘅消息出嘅時候咧，都唔能夠令個股價咧有一個嘅提振嘅作用啦。而家咧都稍為咧就微跌緊咧，就咧0.9%啦。咁變咗咧市場嗰個焦點咧，可能傾向咧都係咧一個新經濟股相關嘅藥股咧個焦點會高啲。咁咧就咧將石藥嚟講，傾向係咧放咗喺一個傳統嘅藥品嗰一個嘅位置。字嗰度咧，咁咧就咧未必會有一個好多嘅資金嚟到去追捧啦。咁啊就現時去睇嘅時候咧，如果你話再升嘅話咧，可能9呢啲位咧個阻力都係會比較大一啲嘅。咁啊咧，所以咧就極其量可以咧就咧睇到今個禮拜尾啦。即係如果禮拜五咧，可能咧就上晝嘅時候佢都唔能夠企穩係咧9或以上咧。咁嗰個上升嘅動力都係會比較差一啲。咁到時可以考慮就止賺離場啦。咁如果你見到咧就咧破到9呢一個位置嘅時候咧，咁可以咧就進一步咧就上望9.8，甚或乎喺啲10呢一啲嘅位置嘅。